甲我牵手，甲我，阮三个家庭甲陪伴，为累着伊已经昏厥的身躯，感应着伊最后的体温，轻声伊，愿主保护咱后会有期，甲太人做最后的识别，太人的生涯中。经历无数的艰难，真实体验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正是因为伊遭受到遐的困苦，经历出一粒不一粒的金粒，串起了一首不一首美丽的乐章，派人将音乐当作一种的使命。八九年，北美洲台湾人。教学校的出版《台湾人的诗篇》，内容全部收集泰人的作品，包括民歌、艺术小品、宗教歌曲，甲企业的合作，等等，计共四十多篇，一甲量拢是一流。伫制作录音的过程，动员了南加州的声乐家、演奏家、合唱团。乐团将近一百人，每一位拢真欢喜义务来参与演出甲录音，了发现这条海内外热烈的回响。泰人七八年来美国政府，伊手中迄支笔，随时随地将灵感化作。创作的诗篇，出国人忧住回乡，留下伊当时思乡的心情。七九年，美丽岛事件偏偏发生伫泰人的故乡故乡，伊痛心之余，写出歌声投稿。台湾人民唔惊阿伯，愈战愈勇。情书改读改言，要求总统直选。迄段期间，伊发表了唔通嫌台湾，汉族唔惊到台湾，等等激烈心志的诗歌。伊故乡面对顶部部队的遐军将，伫街头抢着乌鸦花，甲波破网的迄个新闻，触动了。泰人的内心，伊甲我参详过，街头运动需要活泼有力、鼓舞士气的进行者，唔通让因阁继续唱口调啊、破面歌。后来我写书交给伊的时候，真紧就发表了出头天进行者，透过音乐歌。透过广播电台，伫全台湾南北强烈放送。无外久，泰人也被列入报名单。十几年回不得故乡，这件事以泰人自己甘心承受，无甲政府关联。八八年到九零年的期间。泰人完成了伊三大合奏曲，代表作小提琴合奏曲，伫九二年世界首演，林超亮甲沈立功师傅隆重推出的时候，我特别对台北回转来，甲一群。一心的同乡，相信咱在座真侪人伫遐共同支持，伫现场见证咱台湾人的作曲家交响乐作品演出成功的迄一时刻，毫无疑问，萧泰人的音乐已经站在伫世界舞台大放光彩。一九四七 ，Overture。就是，一个一九四七事件，
是伫九四年泰人心中大动脉开刀了后，亲像机械来完成。九五年伫北加州西湖市修宴时阵，泰人对记者表示，伊不惜生存感恩，伊感谢上帝听伊的恩典。伊大手术了后，还阁留伊的活命，会当予伊继续写作。这首诗曲，泰人是用包容的历史观来写。下唱的部分，歌词采用诗人李明亮的爱和希望，以及用第二句的诗。第二句诗所写的台湾出身，做完美的收尾。在这个书帖的顶头，你会当看到泰人将台湾人过去受苦害的目屎，甲对未来的梦，变做。白教人，你甲子孙讲，对1947年的二二八历史悲剧，爱用爱来包容，总是袂当将这段历史来甲背。泰人温文儒雅，平常看起来真严肃内敛，那亲像无用的新闻。当时那识识伊，一切好朋友，拢知影伊是一位热情、亲和、真心切、趣味的先生。伊是一位用伊的幽默感，啊，藏伫伊的精髓的作品里面。假使你若捌唱过《江心》啊。你若捌唱过伊个《美国西装》，你若捌演过伊个《Life Opera》，迄个轻歌剧《我家花园》，花园真美丽。这首歌，你就会当练到伊个骨髓，又袂当唱过有带几分顽童的调皮，伊个音乐感，不止伊带予人安慰甲希望。把你带来快乐、甲欢喜的笑声。泰人阿讲，经文我拢无，独到你将所有的予你，就是我的经验。伊谦卑敬虔，伊一生尽心服务，伊流露无数的美丽音符，温暖人心，感动世界。伊是咱台湾的国宝，伊是咱台湾人的英雄。但在天父怀抱中的泰人，有看见咱，搁听见咱今日下午伫遮的聚会，泰人，阮伫遮拢是你所听，也听你，而且好兄弟好朋友。正人弯道，我来跟你做最后的约会。第三日，我甚至伫 Rose Hill 也看见，伫纽约归来的李贤，台南归来的李丽，加拿大归来的惠中，德克萨斯归来的俊夫。台南过来中原中学的董事长、小董事长和校长，对台北过来泰人的基金会的董事长，足侪足侪朋友拢来看你呢。人家就遮个好兄弟、好朋友伫遮来遮见你的事。听你影响，
来甲你讲一句，因为你留予我太侪太侪的美好，这个时阵，我再叫你去心切，甲你讲太真。We thank you. We love you. And we